最近上讲疫情上久啊吼，无戴口罩袂使。过我前几只吼去柳营，咱去过遐柳营啊。过早前附近有一个叫人道心，我个道心啊，有咱伫营养机构个道心啊，去甲访问个，去甲算交谈啦吼，去甲访亲啊。伊甲伊个朋友有一个越南餐厅伫遐，啊当然是个。伊是因主要是练车的嘛吼，我看看我食素食的，我会当食白饭呢，其他因为伊个，啊，迄毋是重点啦吼，人总是在生存吼，因还袂到迄个阶段，咱就安尼生活嘛，咱必要要养生吼，迄无诶无紧啊，啊，咱是鼓励伊个来运动。问讲因最近生理敢要做啊？各位敢要做？三月才开始做生理啊。五月中开始嘛，一下子是不是升到三级了？一礼拜了，对于发现疫情，搁起来是一礼拜的又加三级啊。不能内用的，全部的餐厅暂时拢停止营业。对于五月中啦，接近五月底开始停到三月，三个月无赚钱，几个月？九八七嘛，五个六，四个月个月，一个月房租偌济？人工一个月做伊房东做伊办哪个？四个月或者六七万块呢？六七万块的房租就可以啊！你无做阁袂使，伊个物件拢在底啊！我怕工作到改变，哦有啊！我做用个，啊如果做用个啦吼，我去打工哦。咱本来是咧教电脑个啦，三级警戒起来了吼，袂使教。学校是不是不能去了？光教学所在嘛，袂使去啊。群聚嘛，袂使啊。对，当时开始停对，五月开始停。我伫五月中开始停啊，停偌久啊？停四，差不多四个月。九月迄阵才开始勉强哦。然后九月、十月开始搁正常。啊，我咧想着安怎？我来戴面罩咧。所有里面上课的人都要戴面罩哦。啊，然后嘞，食饭吼爱自备隔板，因为外口拢无法度食，外口拢歹做，拢歹有遮个，要自带隔板。上课安尼戴面罩，第一戴口罩，第二戴口罩，戴面罩。会有影响无啊？有。哦，影响蛮大。我三四个月拢无赚钱。哦。应该讲吼，要工作行起来，这有影响无？人甲人个关系才有改变，足久无见面啊！大家拢在等啥物？疫情稳定恢复，要去佚佗。所以咱伫疫情，头先咱电话就讲，影响够大啦。重点话是啥物？过一年，你个办得够改变。啊，好啊，还是我拍你拍了好。第一是修得啊。第一应该是修德，你的修德够改变。比以前个较够，同款精神个修行。办得，咱无法度开班啊，所以到上课啊，去心转，有啊，全部拢影响啊。我看吼，本来足欢喜个，好不容易甲咱前辈只，甲咱有滴代表个地位配合好来讲，哦，咱个。一天会当去一遍两遍，拢足欢喜个，拢排好啊，时间拢排好啊，结果一个拢取消去，我大啊！啊，所以吼，我啊吼，伫即个过程当中吼，我发觉家己安怎开始咧退步吼，所以吼，我咧想讲吼，咱有所益个，啊，毋过啦吼，伫咧即个过程当中啦吼，咱有一个体悟个，我怕有习惯咧看啥物啊。看什么？看迄个防疫中心因的什么？因的记者会啊！我唔知道过一阵你有咧看无啊？我发习惯听伊咧讲吼，伊哦政策宣布咧讲啊。啊，我先讲吼，我发对政治无兴趣啊。我发对政治无兴趣啊。我唔是要讲政治啊，我嘛袂支持什么特别什么政党啊。因为吼，学经典的人吼，尤其你学伦理的人吼。你绝对袂，你若有详细体会到，
封不住伊个得力吼，伊袂支持啥物人。你会支持一个政策，啊，毋过你袂支持某一个政治人物啦。为虾米？因为你用去看久啊，咱头壳拢想讲滚住、滚住、滚住啊。啊，即个滚住，啊，即个滚住，啊，即个滚住。咱看人个标准，就是伫滚住顶边。你看咱个政治人物啦，咱政治背景啦，咱是基个吼，拢无达标准啊。到所以我刚刚讲一句话啊。敢有任何的政治人物对以前对你再靠近完全无讲袂出来？敢有人换过色，完全承担像君主安尼为咧改变你家己咧？所以我阁无看到吼。所以护法吼对政治无影响，咱先讲。啊，毋过吼护法确实有啥物，有看到一款物件。护法的愿，除了还业以外，咱的愿在倒位，想到无？啊，所以护法伫遐吼，看到一个现象，比如讲，咱进防疫中心的政策吼，对头先是毋是拢无禁止上班做工课？嗯，比去年开始就安尼啊，上班照上班哦，伊是鼓励你啊远端上班。伊厝里远端上线去上班，啊，毋过伊敢有讲你袂使去上班？无啊。中国大陆敢有管制你袂使上班？有。越南敢有管制你袂使去上班？有。规个风险。伊若知影讲你即个村头吼、有人确诊吼，伊是把你即个村头封起来哦。都吼，拢有公安在保护，越南是安尼做哦，所以伊咧封，规个拢规个封起来。啊，你去上班咧，伊无要开单，啊，你工友上班咧吼，叫你放回去啊。你爱看是工友内底啊，因为你搁等来处理，你若叫会搁传到你兜个人个，啊传来传去嘛，所以伊就叫你放回去啊。啊，毋过咱个无啦，各位，为虾米要互你上班啊？做一个人规定嘛，问题是为啥要去上班啊？因为咱若要趁钱，因为咱若你无去趁钱，你变怎食饭啊？啊，咱经济会开始出问题，会啊。所以这是重点哦。第二，伊到话你讲恁兜的人拢袂使见面啊，啊无呢？做一个人讲，啊你遐有防疫啦。啊！你若等于为了恁兜个人安怎？问题是安怎？伊要顾着人伦。你若有一个人，因为你根本确定你有看病嘛，然后无爱互你看恁兜个人，你心内压力敢有大？无人互你讲话呢，含家己亲人，拢无得见面，所以无啦。所以伊讲啥？伊要顾人伦啊！我发一道出来记者会吼。我刚才个记者会讲吼，为什么有记者问啊？为什么你不爱禁止出嚟的人接触啊？为什么你不爱鼓励出嚟的人伫出嚟戴口罩啊？过前年伫出嚟到戴口罩，你若真正要防疫啊，出嚟爱戴口罩呢？啊，无恁兜个人出去外口走来走去转来，啊，为何你看见啊？啊，毋过各位为什么不爱禁止啊？我听了一句话吼，足佩服的。伊讲吼，希望国人可以回家享受家庭人伦之乐。哦，我听了一句话吼，这是咱谈伦理咱较对个呢。我毋捌听过政治人物讲过这句话，我看毋捌听过。大家拢在争吼，政治人物都在争权争利嘛。到有一个。今年过过，你认真去想去观察，你就知啊。干有人讲要顾你人伦在讲，即句话咱对迄个指挥官嘴里讲出来，我足压抑的，真正足压抑的吼。过来，开始咧开放的时阵，管制的时阵，伊甲你限制娱乐啊。所有啥物游乐场，啥物是拢规关起来，含公园规拢关起来，啊，个人规定啊。啊！你伫公司活着了后，你公司若有规定讲袂使去上班，啊！你予伊啥物啊？你外口袂使出头，啊！咱是共款有漏洞啊！啊！过以前诶，为啥物啊？因为爱予你顾经济啊！
你限制人家不要去做工作，他家庭如果经济出问题，他靠边走。所以你要把那个账贷款他降到最低啊。啊，所以各位，伊分还在停在，啊，唔可以有严守边境啊，规定愈来愈严嘛。进，你是台湾人，是咱的国人哦，啊，佮上面有居留证诶。会使互你输入，外国人是会使入来。慢慢咱会开放，我知慢慢咱会开放，就是袂使入来呢。越南，伊讲伊互我较关注越南人嘛，因较刚开始咧开放遐咧。后生这几个月都袂使哦，完全无爱让你过来哦。最近较开始咧开放遐，规定讲你回来就爱啥物住，你爱完整接种啊，你伫。你伫外头，你定来完成接种啊！你来安怎安怎？所以咱的边境防守是严格哦，哦，边防守是严格哦。进慢慢在开放啊，是不是渐渐开始开放学生？你也在等于好上课啊？我两个囡仔拢等于好在上课啊。我唔知伊戴口罩应该跟朋友戴口罩吼、啊。来是不是开放？你也在伫个外头等啊？餐厅食饭啊？是搁开放去运动？哦，我怕唔知过前年，对旧年到今吼，以前严格的规定了，你有啥物体会啊？我怕有体会啊，因为我是学生吼，我以前学校硕士是读资管的啊，资管是学资讯，资讯就是电脑类资料处理，那叫资讯哦。管是啥物？管是类似企业管理，就是管理学。我怕底下我学着。因为我两边都外好个，加减嘛有迄个观念吼，互我发着路个，互我感觉个重点，分享互各位咱进行个。伫防疫中吼，互我发着这个，第一，伊个代志咧做有层次，层次啊，轻重缓急分得很清楚，事情在运作有规则。大家。啊，是迄个中文是咪讲起本乱什么呀？莫之所以啊，那本来做代志就有一个顺序啊。称轻重缓急，你讲盛繁病重，迄是鼓励咱来修德。其实应该是咱做一个啥？盛业爱重于缓业啊，叫做重盛轻缓，那不归一条嘛？应该是重盛轻缓啊。他们你无叫得轻，顾好伊个经济，敢会使？伊若无刚刚啥，你安怎？伊唔爱顾家庭啊，所以你唔爱顾咧伊家庭，经济爱稳定落来啊。啊，所以人家讲生活爱变重啊。啊，其实咧，慢慢，你爱要求家己提升甲众生清凡，渐进式啊，咧讲个是渐进式啊。你今日顾咧人个小寿星，伊嘛先甲讲，你要降低个啊，先去食早餐开始。第一掌握价值，早餐开始价值，啊，让你接受素食吧。啊，你慢慢的增加天数，慢慢的吃短期的，然后习惯，让你吃长期的，渐进啊。所以各位层次啊，你在那新专得新的时阵，干嘛有层次？乖哦，为人哦，你讲上什么一条路呢？为人你讲真伊袂介意呢？哦。就是何况哦，有去学粤语啊，咱政府办的课哦，出钱，应该讲政府出钱的课，何况哦，想讲，伊跟我来学看，我哩老师讲的，我粤语老师伊是越南人，伊讲的哦，越南人哦，爱食饭啊，你菜搁较歹食哦，一定爱有饭，你菜再难吃哦，因为伊无一定食的嘛，咱台湾菜嘛，你一定爱有饭。因为做华裔，你应该讲，你不爱讲辉哥，哪来哪去？所以其实人有差了，那得反的，那有层次嘛，那有层次啊。做事情要不要有规律？那有规律，尤其咱咧进行一段计划时阵吼，第二有效率啊。决定做，伊个决定不是凊彩决定的，既然决定就先做，为什么？伊事先计划才有计划。时间到，该做，好、哦。第三呢，有专业啊，
真正是专业啦。啊，不过这个专业是啥物专业？各位知道？你敢不知？医事专业啊，这是好啊吼，那咧做管理咧看。各位，你更想讲吼，啊，咱医生的医生吼，是医事专业啦，无差。医生吼，可能对某一个科，啥物外科、内科，伊做专业诶，无毋对啊。啊，毋过伊敢会晓管理？不一定哦，他未必会做管理，所以医学管理是另外之一，医学管理是另外一个学科哦，医学管理是另外一个学科哦。啊，所以嘛，医生无代表你要管理哦。啊，不过咱知道嘞，各位，咱知道唔是甲你看病安尼，伊要做防疫，面对的是啥物？全台湾2000几万的人。敢是讲一个方法就法度啊，无法度啦。敢是讲一个人想就法度啊，无法度啊。所以伊有相当的专业，而且伊毋是一个人呀，伊是规个团队做。第四个，伊的防疫强度有适当的调控。对，咱今日讲的吼，互我分享的，咱等下知吼。你敢有咧做自我管理？咱等下甲你讲哦。所以啦吼。第五，伊随时会当调整计划改变。伊若发觉不对，安尼做无够，伊记者会就宣布，伊当时开始加强。伊若感觉会使上啊，伊就当时记者会开始，先甲你讲，一礼拜后、两礼拜后，咱买啥物物件要放啥，有没有一个很有规律的运作？那是。所以好汉吼，看了这個。咱心内有底哦，因为吼，咱底关心咱家己诶，所以吼，咱无管你着啥物物件，咱讲咱积德着，修德甲福德啊，修德你爱着管理，自我管理啊，咱修德家己诶代志，你爱着自我管理啊，办德是团体诶代志啊，毋是你啊，是团体诶代志，办德你爱经营。所以办得你袂使讲管理太狭隘，所以想得爱管理，办得爱经营。管理就看你有一个方法，所以各位，咱若爱管理无？你若以前毋是吼，咱正开始想看卖，互我讲会较有道理个。第一，互我写是简单几句个，讲几个地方，伊咱后头继续讲哦。生涯要不要管理？生涯要管理啊！足侪人吼、哦，50几岁啊，足侪人50几岁讲伊老啊。啊，鼓励伊来学电脑吼、哦。当然，我毋是讲每一个人拢爱学电脑，我是讲吼、哦，啊，无你都无代志做，经营无代志做，啊，无你嘛学一寡物件，你嘛学一寡物件，无你生活一天24小时无都无聊啊。哦，啊，咱就鼓励啊。伊讲袂啊，我着老啊吼，放好啊。过几年，分得台湾平均岁数几岁啊？我记咧查过，计下三岁啊。越来越久啊！伊若20岁啊，过几年，伊你变换20几冬诶呢？20几冬是囡仔，伫细汉到大汉，迄20几冬毋是足紧着过呢？咱这个科学才进步，医术才进步，咱台湾可是全世界大家学了咱的健保制度啊。咱台湾，我看网络上有伊大家拢讲哦，哦，恁不羡慕咱台湾人，恁唔免烦恼看病，啊，确实啊，咱看病足少钱啊，咱有健保嘛，你看足少钱啊。伊讲伊有人去美国看一个白手术来。几十万美金哦，换我来知，可能200几万。嗯，所以出国唔能看病，真正唔能看病，够饿啊！所以各位先生，咱的生涯你若无规划，浪费生命。我想咧讲，第二，咱的生命本来就有阶段性啊，爱管理无？嗯，一个学生，对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。甚至有人讲到啥物硕士，你若照伊个年岁，嘛到差不多25岁尔。
二十四还是二十五岁，这算伊人生的一个求学阶段。求学阶段靠发动一直持续下去，有啦，总是在改变啦，总是在改变啦。人生会有阶段性，你若无做生涯规划吼，你的人生很容易失去目标。你的人生，所以生涯规划，哎呀，经济爱规划无？经济搁较爱规划，何况何况吼，咱的工作性质吼，有时阵有电脑课，有时阵无电脑课，我主要是做看人电脑嘛。有时阵有做侪课，有时阵运营我来去做，完全不一定啊。对我来讲吼，无课的时阵，咱是毋是就无收入啊？你着爱做啥物啊？你若一时搁找无打工，无好讲打工吼。你个月还都无钱哦，真正是安尼哦。哦，何况着爱加赚较侪钱，迄几个月的钱，袂使特别开啊。欠起来，无工作的时阵，靠钱通用啊。经济爱管理无？难管理啊。你若有一个官，你若想何况，咱有一个官，何况你过前过只出去外国外学习，去大了只。核心结缘了嘛，爱机票钱无？嗯，普通位呢？去遐吼，袂使食人个呢。哦，我个习惯是安尼哦，你去遐吼，拢食不长个啊，食不长，困不长啊。你无付出一寡，加减我拢嘛知死一个。你出门，也免烦恼食，也免困，出去去带不长，你当然家己。所以出去也是了完，心煞搁在心，无多一点点啊，但搁咱有迄个心啊，所以爱欠钱无。咱有一个愿啊，咱有一个愿，你爱有你的愿去欠迄个钱无。所以经济爱管理啊，咱的人际关系啊，你的五伦更爱管理啊。咱儒家讲的嘛，君君臣父子亲子亲子，那什么？君臣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，爱管理无？相夫啦吼，相夫无去找你，陌生诶，就像咱咧开讲共款啊。你讲你要新端一个人吼，你讲你要新端一个人，你若无定定甲伊接触，伊要邀请伊来一关，敢要听你诶？非常困难。这是我咧看我咧。越南，我咧鼓励人，你越南到新来的时阵，伊就是安尼想。所以你感觉该经营这个关系，爱管理哦，管理哦，你要进行管理哦。所以这是简单几句啊咧，咱要有一个管理哦。都要爱有经营的，人际关系要经营的，你家己的管理搞得经营。所以真诶，何况这用词，咱可能听较无习惯啦。何况经营的意思是讲。你敢有计划啦？咱讲来有同了完，你敢有替家己拟定一个计划？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啊？你讲在西，咱讲在西好啦。为什么后者会写三支强度？你是写未完啦。为什么后者会写三支强度？什么叫做强度？你有钱通在西，当然是好啊，那就很好。你在西有功德啊，那无好。啊，唔过。你在世了后，应该互你生活困难。你是要啥物？一下子投入很多，还是你要细水长流？这拢有好有歹吼。我怕是听过有一个前辈才讲，伊讲伊伫公司咧上班的时阵，伊的朋友啊、同事啊，伊甲抱怨啊，抱怨啥物啊？伊讲吼，好，阮实在一个恁斗厂的，伊要鼓励伊的学生哦，讲实在恁。恁去管道咧，吼，常常借钱啊！讲即有啥物借钱啊？讲伊退休啊吼，伊退休开了啊，讲常咧借钱啊。啊有啥物啊？伊讲伊退休了，伊个退休金管道得着，伊个退休金管道得着啊。你到伊就无钱啊，解啊，伊就爱常常来啥物啊？来啥物？来讲借钱啊！啊，这对你要发生了完，无钱不会再来做动。大家嘛想讲你有功德啊，
问题是咱家己爱看家己啊。伊个能力到啥物所在？你以来的生活你是安怎过？爱管理无？经营，这个你要有计划性的经营哦。所以吼，伫咱个防疫内底吼，看出这几样物件，所以今日开始这题目甲咱做一下，咱个运用。哦，我们要学习管理，我们也要学习经营啊。嗯。首先呢，哈，先得爱管理。那或许你用的是一些我们经典里面的章节哦，这或许你来就是了。好心家，咱要建立，你要管理自己之前，轻重要分清楚。轻甲重，你要分得清楚。咱人，咱人怎，咱人输赢啊。所以我提甲讲，你爱对自己开始啊，你爱甲你人。你要做自我管理之前，你要把你的核心价值想清楚。你这世人，你是要建立一个什么啊？美好的家庭，还是你要创造一个什么？开创一个赚钱做赚钱的事业？或者呢，你的人生目标你该放在什么所在？哦，咱来学堂学习，或者呢，你嘛知你的目标在倒位？各位先生，你敢有法度把伊个啥目标讲甲足清楚个？前几只有安尼鼓励，咱敢有去着体会啊？各位先生，咱个目标伫倒位啊？咱个目标是幸福咯。你记个，大有爱想着这条路，你千万毋通袂记住，咱个目标幸福。幸福它是最后伊个开关。幸福了后，敢是结束啊？不是。幸福了，你既然幸福了，你敢搁爱落来求众生？哎呀，啊！你拢幸福了，你无爱求众生，啊，啥物做啊？不是上慈悲呢？佛的慈悲是圆满，伊无可能佫无来落来啊！所以过一下，我常咧讲的，释迦牟尼佛落来佫袂来，你敢知？释迦牟尼佛。伊落来人世间实现成佛八千几遍，八千几遍呢？伊要对凡夫俗子修加佛，你看伊偌久？伊来人世间演这个戏演八千几遍，恁有怎看？恁有怎看？恁袂晓修啊？我教你修。啊，我看无，我做你看。佛就是安尼哦，伊做你看哦。伊毋是讲用嘴甲你讲哦，伊是互你看，伊着观察，伊讲你讲袂听嘛，因为你听无嘛，所以伊着做互你看，不着是遮慈悲啊，你袂晓做伊做互你看，伊阁陪你修咧，伊有规个地主修无？有啊，伊伫世间悟得了，规得了，该开悟了，本来要断去啊，伊个吼人阁甲留落来，人讲话阁讲四十几单嘛，所以各位。你的目标放倒位，这个叫立命啊！你把你的人生的价值规个放倒位，你爱绝对先甲找出来，建立你的核心价值。咱要进行管理，你唔知道你的核心价值，你到底是要管什么？你若记得，我记得啦吼。你感觉我的人生就是在创造一个事业，好的事业吼，你得爱针对。你的条件，你要啊建立起来。我的核心价值就是我要一个很好的事业啊。啊，当然还是无好的。我是安尼讲吼，举例啊。咱今日你希望会当成功，真的是你的核心价值。你这核心价值确立了，你就开始立命了。所以以咱的《论语》来代有一句啊：“子曰，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啊。”君子是咱。文字内底，伫咱儒家内底，伊个境界相当到菩萨境界。儒家个境界几个？圣人下骹就是君子哦。圣人下骹就是君子哦。君子下骹呢，贤人啊，贤士啊，啊，佫来个，啊，就是看伊啥物啊，啊，一只只落来。所以非常细看，这是佛法个心定吼。你伫看论语。方夫子为啥物对一个君子要求遮济？你详细看伊个要求，你若达到君子个境界，其实你就是
佛家所讲的菩萨，菩萨离佛一层的，就是一阶而已，就是一个就上去一个阶级。所以性云文著，文著离性云一格，一想之格，都要差一层的哦。所以不知命故为君子啊！你既然要修德，你唔知你修德的目标，你的利命在哪里？安尼你临到边都修啊！你看，所以水出力的核心价值啊。那这个命呢？哈，这个命候选简单用三种。第一叫做天命，天命是与生俱来，永恒不易，这个易就是改变了。所以中庸是甲咪讲，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家。各位，这咱已经听过几落遍，足熟的。讲三句嘛，你讲的，你咧办对时候，你讲嘛，你讲经典。把你讲啊，比如是江苏嘛，一再的应用天命智慧性，所以唔难怀疑咱的祖先对天命来，伊原底是圆满啊，无污染的啦吼。哦，啊，所以叫做天命啊，所以第一种这个天命啊，啊，第二咧，宿命。你有天命，这是咱的本质，所以你有福，你有福，菩萨甲咱共款，这是共款。第二种叫做宿命，宿命是随着天时而变，随伊的身份有差别啦。哦，啊，咧检查字歹势哦，哦，啊，迄个哦，伊伫咧检查检查，各位拢检字吼。什么叫宿命啊？过一年，咱即期，咱即期来遮，你已经听过做阵前辈遮讲啊，咱的宿命是啥？第一，你爱家己修道，咱爱修；第二，你该爱办道，爱办道。这是其他的教门无用，办道是其他教门无用。所以其他教门哦，伊的修过真侪，你千万唔通去学袂入去哦。既然讲人个修法都好哦，安怎怎哦，你袂去自家己的身份哦。咱的身份无共，咱。白羊地主的身份不同，不止你爱修啊，你搁爱办道。办道哦，咱等下讲哦，等下讲着哦，你搁爱办道。所以咱即期的使命，除了你家己一定要好好修以外，搁有一个使命，就是你爱助办天道，千万唔通袂记住。你唔通讲我伫厝里食啊，好好修就好啊。你唔通讲我来行讲了，我家己一人做就好啊，家己好就好啊。伊无看到你身躯边啊，你想看吗？所以你爱把这个使命随时记在身躯顶。咱这个命吼，第一，虽然每一个人的本质是同款的，咱的自性拢是圆通，大家拢同款的。啊，不过咱一期，你有因缘来培养的道场，修德修德，你就有这个使命。所以过一年有四字啊，何阿最爱讲的白羊天子，何阿哦，拢是爱用这个名，讲家己是白羊天子啊，用这个来当我自我的期许啊。各位，你有咱家想无㖏？咱有一个输赢在心，一般来讲，到输赢，来无咧，人拢讲我好啊修啊，我修好，才来救众生，因拢安尼讲。我修好，才来归众生。我再修无好啊，我是要当归众生。各位，各位，真诶，即句话讲有够道理。有啊，有啊。何况是要考试啊，过者你尽量回答。何他讲诶是讲，因咧讲无毋对啦。问题是，个人诶因缘无共啊。你有因缘，踏入咱白龙旗白羊道场，你就说明你的使命跟他不一样。有一边。别个单位咧规划过啦，有一个迄是国外道场，国外佛堂啦吼，道亲过前去捌听过吼，有道亲哦，老师领导，道亲问老师啊，讲老师慈悲吼，那个慈济吼，慈济贵龙斋嘛，我唔是要规避，我是因咱的书院无同，伊讲慈济吼名声那么好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他？各位先生。我不管吼，咱是莫讲咱台湾对慈济个评价是两极啊，咱是莫讲这，咱确实吼在做个代志，名声嘛变，
两三百礼拜的，在一些人眼中是很好的哦。啊，不过过于输赢无共，老师教回答，老师惊三日，伊咧无同个咧惊三日个讲哦。你们的使命不一样，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，你们前辈子都做过了啦。因竞争行先破些代志，你唔知做几世啊？你无做几世，你几世哪有法度救得啊？过去咱平时都古啊，你干嘛在我咧救得啊？哦，啊，所以他们做的事情，你们他们在做的事情，你们前世都做过了。你们这一世使命是来办到的，这个简简不敢。所以身边的里面，第一，看你你自己的本质，咱就是过来，这无问题。啊，不过第二。你要认清，咱身躯顶拢有输赢，你绝对甲清清楚楚，咱有输赢，有输赢就有输赢，家己完成的代志伫啊，你有一个责任伫啊，你有一个任伫啊。第三叫做宿命啊，宿命各位知，这个是因缘果报，嘛是你的命运啊。咱中庸内底有一句话叫啥？人皆曰愚智啊，屈而纳诸蛊惑陷阱之中而莫之。之辟也，人皆曰愚智，则乎中庸而不能激越所也。各位，你是在讲啥？讲一个，为什么咱人修会着？为什么咱人修会着？你的命运给你挡着，你的业给你挡着。大家拢讲伊聪明啊，有做有智慧啊，但不安怎？伊就偏偏咱这个代志未使做。这个代志，伊做了了，也做一个灵感人会来讨啊，伊有知，伊有相信，伊讲伊足巧的，结果敢真正爱当然爱行啊。世间哪有迄个少钱免行的？你去做啥人无爱互你用钱，灵感伊嘛爱借个名言，啊，哪能行啊？形式无共意啊，是善缘，善缘就善缘的。善缘有善缘，还债的方式，善缘我们就不叫债了。显然那么一个债啊，但是有没有因缘债？有啊，大家互相喝来喝去，那么叫做欠债啊。但是会不会有来往？会啊，你们会碰上。所以第三个是宿命啊，所以各位咱在人生咱家己有这三种命哦。过来，除了你认命了，你认识的家己身份了，各位。咱修学的，我后续说自我管理嘛，咱今天自我管理嘛，咱逐天有咱的本分事要做，咱的本分事，我较借着啥物啊？《论语》内底一句话，伊讲：“弟子入则孝，第一级就是孝嘛。”各位听过这句话啦？哦，所以我是第一级咧，我讲无要解释哦，就是大家都知道啦哦。第一咧，出则悌。悌道啊，入则孝，出则悌。悌主要就是友好，伊爱甲别人啥物保持友好的关系。看到长辈，伊爱尊敬；看到下辈，伊爱照顾；看到同辈，伊爱安怎互相扶持鼓励。这个是悌啊，这个是悌道啊。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谨。不归的十五条叫什么？谨言慎行。谨言慎行啊！不归讲的跟努力讲的同款嘞，意思是相通的啊。所有言行举止要不要小心啊？哎呀，你要小心你的言行举止有没有违背真理啊？信你讲的空不出去啊，你讲不归谨慎小心，但不归到底应该谨慎什么？都刚刚一句话，你袂使有违背真理啊！你袂使有违背真理啊！这个是谨慎啊，所以小心谨慎。你所思所想，你所讲的话，你所做的代志，无一个物件会使互你违背。你若过会了，啊，你会成就啊！谨而信，恭维有信用，说到做到，从一而终，从来没变，这个是信啊！所以各位内底吼，哪一句话吼？咱就学古人，古人行啊，其中记的，这拢是咱的基础。平常时，咱爱逐工做，逐工做，逐工反省咱家己啊。经主，伊
刚讲过，吾日三省吾身啊，过前日，咱敢有在关心咱家己啊？我先承认啊，我无啦，海开啦，拄滴啊小一个，阿哥，这一次疫情以来，或许一直在反省啊，因为心脏不关哦，闷了两年，或许一直想讲哦，系啊，真正后悔啊。当初打去大陆的时阵，首先有做啥做啥做啥，咱即疫情的关系，咱的应用会减少啦。像我刚刚举一个例啊，去大陆的时阵哦，也无留下联络方式啦，拢第一只。你留下联络方式哦，你也无定期甲问候啊，你顾客的是，久了就会忘记啊。我讲的人际关系在经营无？你看经营，你不经营，你理当学的那么反的。所以我怕疫情之下，刚我喜欢碰，都稳准了，直接稳准。我怕最近他们在行为哦，拢是想讲变到了款，变到大啦，变到形状，变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两单啊，做了伤少了，家己搁害歹，咱等于在退步嘞。时间一天一天过啊，对，惊咱嘞。去年过年的时阵，我想讲下半年就好啊。结果下半年到的时阵，哇，无结束的情况。我想讲下半年过年就好，就今年的过年就好啊。结果过年的时阵，哇，国外乱七八糟，你嘛是袂使出去啊。啊，结果到五月的时阵，想讲啊，无想即个台湾稳稳啊。结果到五月的时阵，想讲一波疫情。哇，好，那咱台湾拢啥面临很大的压力的，所以一困，各位姐姐，进十一回来，一单已经过十个月了。你若从去年开始审慎到见哦，两单要过啊，搁有外久就过年啊嘞？十一月、十二月、一月嘞，二月要过年啊，两单过啊，伫修德反德进行。无啥进步，不准啊！所以我讲不准是真正。所以咱要反省，所以我来反省了，从开这件事放出来，其实这是后学自己在反省的一个那什么，一个心得，刚才过一阵的领袖。所以咱在这和咱家的管理，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而众，而亲的行有余义，则以学问。